Okay, Google, what's the weather? It's currently 21 degrees and mostly sunny there. Today, it'll be partly cloudy, with a forecast high of 25 and a low of 18. Hello, 我是卡老師。 在手機上用了Google這麼久， 可能很多人對這個Google Assistant都不陌生了。 OK Google做什麼做什麼，經常都掛在後面。 但是如果Google助理 再能夠配合Google Home 和一些家居的智能裝置， 就更加能夠實現智能家居控制了。 OK Google, turn toilet on. Got it. Turning two things on. 究竟怎樣操作，今天就要跟大家研究一下了。講到玩智能家居，初級入門一般都是學怎樣用我們的聲音來控制一些電燈、冷氣或者家庭電器。要達到這種效果，其實卡洛斯在以前很多的影片裡面都介紹過的， 例如Voice Kit 配合Blink 或者配合Web Server 控制一個DIY的Smart Box， 就可以控制電燈、風扇。但這些做法似乎更加適合一些對 STEM 對編程、對軟硬件電子有認識的朋友。尋常老百姓想玩一下家居控制都要懂這麼多東西嗎？那又不一定，市面上還有很多可以購買的選擇， 例如Google Home Kit Alexa 甚至各種品牌小米、天貓， 配合他們自己產品都有足夠的東西給你玩。但由於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用Google， 所以今天我特別講一講 怎樣用Google Home。 用Google Home之前， 大家應該對Google Assistant 有一點點認識。 什麼叫Google Assistant？ 問一下你的手機。 I'm here, what can I do for you? Google助理可以用語音驅動， 用法非常簡單， 你可以問他行事曆裡面有什麼約會。 Check calendar event. There are 6 entries for this week. Next up, you have QEF final finish on Tuesday at 7 a.m. 覺得悶悶地，你可以叫他講個笑話俾你聽。 Tell me a joke. I'll let you decide whether this one is sarcastic. Why can't elephants use computers? Because they're scared of mouse. 大笨象怕老鼠，真係難嘅一個。 如果英文笑話你唔識聽，仲可以用廣東話添喎。講個笑話我聽啊。好，嚟咯，有啲咩係唔可以擺入雪櫃？秘密，因為不能説的秘密。哈哈哈哈！你會睇到 Google Assistant 其實就係一個人工智能，可以為你報告新聞、天氣，甚至做你嘅秘書添。但係如果你再安裝埋 Google Home 咧，咁你喺 Google Home 裏邊嘅住宅、房間， 以至每間房間裏面的 Google 裝置和智能插蘇電器等等都可以全部互通了。手機也同時變成所有電器的遙控裝置，不單止是自己家裏面，甚至在街外有網絡的地方，你都可以開關家裏的冷氣機。如果房間裏面有配備了 Google 的裝置， 例如 Google Home Mini， Google Assistant 還懂得幫你播歌。 而同時你亦都可以用手機來調控Google喇叭的音量。而我在廳更加放了一個 Google Nest Hub， 因為比起 Google 喇叭多了個顯示屏，功能就更加多了。例如你跟它OK Google， 它不單止會用說話回答你，還會在畫面顯示添。 Here are the first three. On Tuesday at 7 a.m, you have QEF final finish. Following that, at 3 p.m, you have STEM education fair booth exhibition. On Wednesday at 1:20 p.m, 既然剛才我們說 Google Assistant 和 Google Home 已經連結在一起， 那即是說我們還可以用語音代替手動來開關電器了。 OK Google, turn toilet light on. Thank you. You got it.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，掌握了這套技術之後，以後居家外出旅行都可以沒那麼多後顧之憂了。所以大家是不是應該好好學起來呢？ 其實有了這些Google設備之後， 家中真的多了很多樂趣。例如我本身正在用手機的小屏幕來看YouTube， 隨時就可以投放過去Google Nest Hub了， 而且還可以用手機的音量鍵 來控制Google Nest Hub的大小聲。 當然，如果你家中更加有這個智能的電視機，
就梗係有大食大，投放去電視機仲好睇啦。我哋講咗咁耐，究竟呢啲智能把戲係點樣做到噶？嗱，我哋先嚟睇下，卡洛斯搬咗嚟呢度幾個月咧， okay, Google, 已經將某一啲嘅牆上開關咧轉咗做智能開關啦，好似我自己房間嘅燈同埋冷氣啦，同埋浴室嘅燈同埋抽氣扇咧，都已經轉曬做智能開關啦，所以全部可以用 Google Assistant 嚟控制。唯獨咧就剩翻廳嘅兩眼燈啦、走廊燈啦同埋廚房燈啊未轉。於是咧，我就買咗幾個嘅智能開關翻嚟啦。嗱，台面上呢三個智能開關唔同噶，第一個咧係單按鈕嘅，第二個咧就係雙按鈕嘅，而第三個咧就係三按鈕嘅。即係話呢啲智能開關咧，同傳統開關沒有兩樣。你需要幾多個按鈕，你就選配幾多個。我手上呢個舊式嘅三按鈕咧，就係啱啱更換出嚟噶啦。但係大家換掣之前咧，要留意一點，就係傳統嘅開關咧。只有大功率的冷气或者热水炉开关呢才有指示灯，而一般的灯掣就没有的。可想而知呢，它只是接了火线就没有接回路线。但是这方面呢，智能开关就很不同了。你看到每一个按钮都可以用人手触控开关的，而且上面的灯还会转色来显示状态。懂电学的朋友就知道，传统的灯掣呢只是一个单刀开关，一端接去火线，另一端接去灯具，就可以开关灯具了。智能开关分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电子的线路，所以它必须有电源供应，单单一条火线是不够的，除了要接上火线 L 之外，还要接上回路线 N， 而回路线也有人称为零线，剩下的一只脚就接去灯具线。这样接法整个电子开关才能够正常地运作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将传统开关换成智能开关，其实要做一件事的，就是要引进那条回路线了。回路线呢，以前就用黑色表示的，而现在呢就多数用蓝色的。即使这个位置本身是没有回路线，你总可以由上下左右的灯掣里面找到这条回路线，而将它引过来你这个插座里的。当然做这类操作的时候，大家必须要去灯掣那里关咗个灯器，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啦。而将要换上嘅新嘅智能开关咧，上面应该有 N 零线嘅接口嘅。但系如果有朋友仔遇到呢个情况，就系只得一个独立嘅按钮，四围都冇有灯嘅掣，咁又点样去引条零线过嚟咧？喺咁嘅情况咧，你就唔能够买呢种零火嘅智能灯掣啦。相反咧，就要去选购另外一种单火嘅智能灯掣。单火智能灯掣同零火智能灯掣外表好似一模一样咁，但系比较一下咧，你会见到零火嘅智能灯掣咧系有三个接点嘅，而单火嘅咧就只有两个接点啫。换句话讲啊，即系接少条零线啦。喂，咁根据之前所讲，佢只得火线冇回路线，又点样可以运作啊？或者简单啲可以咁讲啦，如果你要将一个传统嘅开关转成智能开关，可以拉到回路线的话，最好就选用零火。但是如果没办法拉到零线，就只能够转用单火开关了，而同时要将一只电容和灯具去并联，单火智能开关才可以操作。至于原理方面，就留下一次再跟大家讲解。今天就很简单地跟大家讲了 Google Assistant 和 Google Home 怎样配合的做法，以至于怎样达成一些基本的智能家居控制，亦都同大家分析咗零火开关同单火开关嘅基本分别。至于点样将呢啲开关安装同埋设定，亦至于点样配合 Google Home App 同埋 Google Home 嘅装置去运用嘅方法咧，卡洛斯就留翻下一次同大家详细讲解啦。但记住，下一次你睇我影片点样去安装开关嘅时候咧，必须有一个熟习电工操作嘅老师或者朋友陪同啦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系卡洛斯，喜欢我影片嘅，请你订阅、加赞同分享出去。